三八针对了合乎宪法规范却荒谬的产
站上，下面通过网络科技的操作，先清除漏搜、盗料、当高调的手段，扩大真相的揭露，提供设备拍档的真相的及时分享。要不是有些远程的工程师向 PTT 爆料巨大的公安的问题，可能会石沉大海。要不是 PTT 揪 TV 揪动漏搜高调，上百万试图自杀的网友及失踪的女学生，不会这么快的透过网络人际连接而找到当事人，阻止自杀与诱骗的发生。众所周知，乡民的正义已是不可或缺的正义分招之一，所以我方认为乡民的正义是正义。然后上面到什么处？所谓的正义是说，
处方，就是刚才说它三明治这一次这处方是用它有一个可以判断是非对错的一个价值一个准则，处方就把像这种发觉真相，它有这个行为，它能够可以判断。因为他跟香农他又认为说，他没有讲错的意思。比方说香农他又认为说，发掘真相是对的事情，在他们心中的一个价值。他们发掘出来的东西是一个没有必要的东西，有用吗？他们发掘出来的东西是一个好的东西，被他们弄到乱七八糟，有用吗？我没有内心的举例，什么叫做好东西被弄到坏的事情上？谢谢。
纯粹的丑女视角去做评判，实在是有失公允。综上所述，因为乡民的正义并未达到我方所说正义的要件，故乡民的正义不是正义。我的申论到此，谢谢。请正方答辩上台。站回来的好，当做您好。那方亮，您刚刚告诉我说，乡民为什么不是乡民为什么不正义？因为乡民没办法，像达到您刚说，如果是无知之幕这样的事。不，我主要要有两条件。第一点，他要先达到认定事实是否正确。二，认定之后呢，他只要给出公允的评价，就是公正的评价。所以张亮，您刚才说乡民，所以那张亮，您刚刚说如果是无知之幕这样的情况是什么？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在无知之幕背后，所以就没办法做出公允的评价。哦，张亮，所以您刚达到您方正义的条件，就是要达有无知之，要达无知之幕。要先做到第一点，才能做到第二点。所以还是要无知之幕嘛，对不对？但是他连前面第一点都没达到。
公正的状态。那今天反方他们说乡民他们自认为自己是正确的，他们应该要认为他们自己不是正确的。那当你认为自己不正义的话，你还会去发表你的想法吗？要是你不去发表你的想法，其他人会知道你的意见吗？那今天我方想要告诉大家，其实我们要认同乡民的正义是正义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要让乡民勇于发表他们的看法，提供他们的资讯。因为今天乡民的正义，他们主要是以揭发真相为本质为目的来做两种行为。第一种行为是他们提供资讯，他们提供自己知道的事情，他们提供自己对这件事情的想法。然后第二个是评价资讯，就像刚刚朋友所说的，的确乡民有可能会不小心误认资讯，可能会不小心发表一些原事实与事实不符合的文。但是为什么我们知道这件事情不是事实？就是因为其他乡民先去检证了这个资讯是不是真的，因为我们想要知道真相。他们看到这件事情，知道不是真的之后，他们就在底下留言，然后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情不是真的，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是什么。那如果今天我们连提供资讯这个环节都没有的话，我们要怎么知道真相呢？今天朋友也认同说无知之幕是一个好的，是一种正义。那可是朋友要是让乡民没办法发表，不认同乡民发表自己意见，不认同乡民他们每个人所认为的正义的话，我们其实是没办法知道社会上各种不同职业、不同身份的人他们在想什么。今天都没有说乡民他不是专业人士，所以在过往以前，我们认为政府高官是专业人士，他有权利决定国家决策。那商业财团他们也是有他们专业能力，所以带动全台湾的经济。媒体有他们的新闻能力，他们受过专业训练，所以他告诉我们资讯。可是当这三政府、市场及媒体都已经被垄断了，因为政府失能、市场失灵跟媒体失职的状况下，我们渐渐的发现，我们不能再依靠他们来知道资讯。所以就有了第五权出现，第五权又可以成为是公民监督。我们人人都可以当自己是媒体，我们不用再被动的接受资讯，我们自己可以变成提供资讯的人。在 PTT 上面，我们有了一个主题之后，乡民就会在底下开始留言，开始讨论这件事情。在这样子讨论的过程中，让我们知道不同的声音，他们所凝聚的共识之后，我们才能真正的达到无知之幕的境界。因为我们可以知道每个人他们心中的想法，我们才能真正达到公正。如果我们连这些声音都没有的话，我不知道对方配偶该如何达到无知之幕。如果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不正义的话，那我们要怎么知道每个人的意见呢？那在这样讨论过程中，我们反而可以知道这件事情的完整性，然后让每个人都有权利发表他们自己想法，而且我们认同这个行为，我们认同揭发真相的行为，我们认同提供资讯讨论的行为。如果对方面有不认同的话，那在这样的世界下，是不是就没有人可以发表他们自己的意见了呢？我们更无法达到无知之幕的境界。谢谢大家。你好，刚才
有正义的价值观可以去论述。好，对方没有那么今天想要请问一下，请问是正杰杀人品质？对于正杰他本人来说，可能是一种。如果换，比如说在冲突时期以前呢，我们因为民族冲突，所以我们必须以杀人来捍卫我们自己的国土。也许在这样的情况下，杀人是一种正义。好，对方没有那么想请问一下，就是当商品发表一些就是谩骂的言论时，对方面的言论是否正义？对啊，因为对方辩友今天他们促进讨论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勇于发表意见啊。对方没有，所以你认为说商品的种种行为都是一种正义？哎，应该说不是说行为，是说价值观。好，商品的那至于他们是怎么去谈好的？对方，我想要请问一下，那今天我方的我这个商品跟你这个商品的价值观不同的时候，相撞的时候，对方要请问哪一方才是正确的？哪一方才是真正的正义？没有什么谁是真正的正义这种事，纯粹是你的这边有，双方面你也认了，对方面有，对方面有，对方面你也认清了，没有所谓真正的正义。认为自己是正义的举动，而因此毁了这样的人生。
对啊，这就是对方没有所谓乡民们的争议吗？自认为的争议就会有这样的结果，这样自认为的争议就会认为说他们自己这样子帮狗是哇好棒棒的哦，可是他们没有看到的是其他的人受了什么伤，他们只看到他们想看的。而且乡民们其实真的是啊，乡民们许多许多他们就是像乡民们他们常常提出来一些，例如说可能我今天不小心在路边可能擦撞到一辆车，然后那个车主说我开始，然后乡民开始骂我，然后他们就说啊这个人啊怎么可以这样做，太过分了，你刚刚接受死刑的怎么可以这样子呢？不管对方没有他们不管这些法律到底应该判什么，就认为说只要是罪，只要不符合乡民们心中的想法，都认为应该去死刑。那如果说以对方没有这个认这对方没有的认知下，乡民的正义什么都是正义的话，那我们是不是现在几乎全台湾人都死差不多了？全点也死差不多，只要不符合乡民们的认知，就应该去做乡民们希望他们去做的事情。那这样，这是不是多么的妥当？对方没有想过吗？我询问到，谢谢。对方应该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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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
效益在某些事情下，效益论就把它摆在同一个事情是不是正义的。不过还是在你动机的情况下，就可以来判断这件事情是不是正义的。所以我刚刚就会认为，什么效益化是什么？OK， 在判断一件事情利大于弊时，我们就是从以效益的角度来看它是不是正义的，而就慢慢以它的动机来判断它是不是正义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人就是当一个正义时，他无法判断出一件事情对或错，我们就可以用另外一件正义的事情来。你刚刚不是告诉我每个事情都是正义吗？你现在说他用他的正义去看他的正义，你不就是否认掉被看的那个人正义了吗？我们没有否认被看，我们是认为说，当你这个正义，当你这个正义他被无限上纲的时候，他就会变成他可能会做到错的事情。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有另外一个正义来进行来对他的是对。所以我还是想说，另外一个说，你刚刚可以用某人的正义去看另外一个人的正义，然后还可以得到出你们认为每个正义都是正义。不是啊，张立文。您刚才对我方的就是正义的定义，就是认为一个在一个认为说我方的是应该有的绝对的标准。没有啊，没有啊。所以您刚才到底说的是你这样是判断到的一个价值观吗？那是你好，你来上电视听听吧。但是当网络出现的时候，我们产生
言论，甚至匿名性这些特性出现的时候，我们敢于发表自己的言论，我们可以做到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做到讨论。我们做到讨论的时候，我们可以，当我今天把我真认为正确的东西丢出来，你把你都认为正确的东西丢出来的时候，我们才可以产生讨论，我们才可以寻求这项真理，我们才可以知道真相是什么样的东西。对方没有告诉我们很简单，我们今天要透过罗尔斯一项绝对的真理来告诉我们，但我们发现，就是对方没有告诉我们今天很简单，罗尔斯这一道也是绝对的真理，达不到罗尔斯的文字，他们都不是真理。我们想讲的很简单，根本不可能有所谓对方没有说什么真正有人达到不知之中这样的条件，那对方没有告诉我们什么东西才是真理？为什么我刚刚讲第五权很简单，我不能讲对方是否真理？他们只是相互判断是非对错的准则，因为当你今天告诉他们你们不是真理。你们是错人的时候，没有人敢再站出来帮你讲话。我们失去了第五权这种知道真相、讨论真相的平台，这种管道。我们失去这种东西的时候，我们以后只能怎样？我们可能只能透过第四权告诉我们那些比较偏颇、不是真相的真相。我方虽然到此结束，谢谢大家。每个版就是我在这个版是，刚才我的。
说各位，好，我们现在看一个他们有的世界上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今天呢，
先那不停的我们来讲我方的论点。首先，我方认为每个人都不要觉得自己是绝对正确的。来讲一个故事啊，大家应该都知道瞎子摸象吧？当每一个人都是瞎子的时候，他们摸到这个东西说：“哎，我摸到这个是水管 ，OK， 好，那它就一定是水管。哎，我摸到这个是柱子，哎，那这个就一定是柱子。哎，我摸到这是墙，那就一定是墙。”当每个人都这样坚信自己的论点的时候，他们要怎么讨论出来？那其实是一只大象呢。相比现在也是这个情况，相比每一个人。自己那个点才是对的，自己那个论调才是对的。当他们不懂得倾听，不懂得放下自己心中认为自己才是对的那个理念的时候，他们要怎么听进别人的意见？他们要怎么进行讨论呢？您刚刚说了，为什么我们要给正义钉上那么大的一个？为什么要给正义钉上一个那么大的帽子？为什么要让乡民的正义那么困难？我们要让乡民正义那么困难，不可能达到，就是无法达到绝对的正义。其实是有其原因的。大家都读过轮子吧？轮椅吧？孔子说，在一场，有一次啊，子路问孔子说，哎。老师啊，我现在有一件超好的事情哎，我要不要赶快去做啊？孔子说不行，你还有你的家人，你要先看，你还有你的兄弟姐妹，你要好好的想想，好好的思考啊。然后呢，可是有时候有另外一个学生又跑去问他说，哎，孔子啊，老师啊，这件事情超级好的，我要不要做啊？这时候他说，哎，你要赶快去做啊，这就是所谓的因材施教嘛。我们在跟对方进行讨论，不就是因为我们认为我们
生。那直到刚刚，我突然已经觉得我悟了，我终于懂弥勒佛四块面最有名的对联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正所谓大悟难懂中，天下难出的事，开口便叫笑是，也可笑之人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态，也不懂。那回到这场比赛，我觉得正方的论述在一面倒的前半段是我觉得是正的，然后到后半段开始就一路通往地狱啊。当然反方也推波助澜，于是我又坐上了直通地狱云霄飞车。为什么会这么说呢？你到底有没有想过你一面倒在讲什么啊？你的前面说到后半段完全讲不同的事情，好不好？你前半段说的很清楚，什么叫正义，无非就是他对对错的标准。那干上的对错标准是什么？你从头到尾讲这件事情吗？你跟我讲地主权，那你跟我讲地主权，然后呢？乡民的对错标准到底是什么？你通篇有论述这件事情吗？你有没有发现，你的一面倒前半段跟后半段，后半段打前半段的脸，我到底应该直接进入了裁判准则，直接判不合体？你前面都说得很清楚了，什么叫做康德的正义，什么叫做边境的正义，什么叫做亚里士多德的正义，虽然你的理解是错的，就是他们对是非对错的标准，对不对？所以你接下来按这个道理合理的发展，不是应该来讨论一下相应的对错标准是什么吗？那你跟我说你要讨论，你有讨论吗？欺骗裁判感情的你。那当然反方也是一样，就是反方其实我个人认为，你从头到尾其实也没有在讨论这件事情。其实说的从头到尾也是没有在讨论，那上面这个就不要说，中间好像有一度是想要去模糊，或者某种导入极端，是说，所以你的意思是每个人只要有对错，那个就叫做正义吗？这个我认为是这场比赛中唯一可能跟正轨比较相关的事情，但是其实我一直怀疑到底是不是有意识的在问这件事情。这件事情为什么这么重要？要先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没有绝对的标准跟没有标准是两件事情。前者叫做客观，后者叫做虚无。那中间的可能是什么？中间的可能是交互主观，或是有某些基本的标准。其实第二件事情就是最高标准跟基本标准也是完全两回事。我们拿儒家的概念就知道，儒家对于做人的最高标准是什么？是圣人，对不对？孟子包，不好意思，可能还没有达到，要是养圣，不是圣，这是他的做人最高标准。那敢问他的人的最低标准是什么？不能干坏事，对不对？这个没有差得多了。前者是圣人，后者是做不到的禽兽，差别大了。那你反方想问的标准到底是哪一个？你讲的到底是我们没有达到正义的最高标准，还是没有达到正义的基本标准？那没有达到最高标准的就不是正义了，没有做到圣人就不是人了吗？那是还不是？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在儒家的说法里面，一个人没有干坏事，他一样不是人，你懂吗？就是乡民的正义是不是正义的最高标准，跟乡民正义符不符合正义的最低标准，这是有差的。如果你要问他不是，你觉得你要问的是哪个？懂吗？就这个意思。就是，那你今天到底在讲什么？那在由于大家完全没有做出这些基本区别的状况，就会进入一种，其实我有段时间好像觉得自己在有在教台，可我不知道在教台什么的状态。那第二个问题，回到前面，为什么会觉得没有客观标准跟没有标准，会是一个很关键应该要搞懂的概念？原因是因为，如果你讲的是所有
虽然你说不能无限上纲，但有没有下限？如果是完全没有下限，你知道会变成什么状况吗？就是所有人这些都是真的，所有人这些都不是真的，因为每个人可以照自己对错的标准去看事情，对不对？所以同时就是我觉得对的标准就是对的标准，我觉得错的标准就是错的标准，所以就同时所有人这些都是真的，也同时可以成所有人这些都不是真的，你懂吗？因为我的标准就觉得你不义嘛，你的标准觉得我不义嘛，所以所有人的逻辑都不一样。这同时成立的事情，这才是这个讨论最大的一个困难，这是最大的困难。而且你自己想一想，我们之所以可以觉得康德编辑亚里士多德，我不知道是不是你真的知道，因为他的确是三大伦理学的重要传统才讲这件事情。为什么会觉得他的真实证都还可以称得为证？其实他一定有某种程度的共通标准在，至少一，他们都提出了对错的标准；二，他们都对他的标准提出了一套合理的证成。对，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能不能判断为什么我可以觉得他的真理都是真理的标准。比如说在哲学界，他的确都会做伦理学界，他都可以觉得他的这个边界的这一关来讲是个这一关。那罗尔斯他其实他恰恰不是觉得他是绝对的真理，他恰觉得他也只是一种，这就是为什么他的书名要叫 A Theory of Justice， 不是 The Theory of Justice 的原因。为什么他们都觉得这还是可以共同讨论？但是为什么只有我有讨论相关证？因为他觉得他妈没有标准，也没有证据，没有讨论。所以恰恰是因为他们也有一个共同的最低底线，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判断。那个底线在哪里？那个基本可供讨论的标准在哪里？可供对话的标准在哪里？其实这个才是今天这个题目非常核心的一个关键。因为如果完全没有标准，就像我说的，其实双方不能成立。但是如果可以一方成立，但另一方不成立，如果能完成这个论证，必然其实还是有某一个判断的存在。那这个依据会是什么？那它到底是一个可能实质的还是形式的？那它的内涵是丰富的还是很基本的？那这在理论的讨论中，一般称之为 thick 或 thin 的 theory。thick theory 代表它背后可能已经有预设到完整的人生观。本体论等等部分，那 thin theory 它的讨论就是非常简单，那也通常是最 basic 的东西。那通常罗尔斯的阵营论会被大家放到这个 thin theory， 而不是 thin theory。那像什么是标准 thin theory？ 基督教程序就是，它背后对整个创世、神的概念、人的概念都有到很完整的本体论，作为它所有后续论证的依据。那这个就是 thin theory。情况，那我们该讨论什么 ？OK， 那再来，其实就是第一个，在论述的时候，爵士才学2015年版的81页，就是我的裁判准则之中，我特别提到啊，技巧层面，这个部分，你可以有丰富的审美体验作为你的资源。那但是有件事情，就是你应该发现这篇准则里提到厄兰、康德、边沁、尼尔还有拉丁文，因为我的主修政治思想，这是我守备范围。因此，如果你想借由名人的话来增加自己的说服力，请千万要告诉他们到底在说什么，否则是除了激起我的反感之外无效果。啊，那今天大家很顺利的激起我很大的反感。怎么说？总之，你有没有理清它里面的东西，这已经是一回事。另外，你在论述的时候本身就是冲突，你不发现吗？例如说，你们一直在讲无知之幕，那你的第一开始有两个标准，第一个完全资讯，第二个无知之幕，这两个完全背反。然后何谓无知？无知就恰恰是没有资讯。那一方面要求完全资讯，一方面要求无知发生的事情，可以解释一下吗？而且无知恰恰跟讨论的屁关系都没有。他就是要，就是自己去想象一下，在那个情境下，你会做出什么合理的标准？
而第三恰恰跟整体社会效益最大化完全无关，他根本不是在讨论这件事情，他完全他妈不在讨论整体社会福祉最大化，他想讨论的是如果我们要建立一个合理的社会，它的最基本的基础会是什么，完全他妈的无关。所以他提出了两项这一原则，事实上就是三项，因为他其中里面有一项会包含两小项，跟社会的整体福祉最大化一点他妈的关系都没有。他讲的是什么呢？一，每个人都有平等自由；二，当社会资源如果要分配的话的原则，应该是每个人的机会相等；如果要不相等的话，那应该是十，处境最差的人会有最好的情况。这个是，而且他有说这边顺序叫做次第式的顺序，什么意思是？他是不能调过来，他的优先顺序不能调过来。他讲得非常清楚，这跟社会整体福祉的话也他妈没有，就这个情况。那第二就是你讲公允，公允其实听起来有点像是 impartial， 就是不偏颇。那可是你后面谈的东西跟偏不偏颇的关系又是什么？那第三，你又提到了某些观念，它不会在现实表象的世界存在，它只会在理念世界存在。那这其实是普拉特的理性论。那普拉特也觉得有人可以得到，那种人叫哲学家啊，他可以把握到，只是把握的方法跟讨论题外性有没有，而是靠心理。你无法从不同完美的人找出一个完美的办法，这就是普拉特基本的看法。所以今天场上呈现的情形呢，有一部漫画非常重要，叫做《钢之炼金术士》。它里面一开始，爱德华他们犯了一个错误，叫人体炼成。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呢？如果你去分析人体，你会得到可能碳多少啊，锌。杀小细胞啊，蛋白质、氨基酸之类的东西，但是这个不能逆推啊！你不会凑齐了这些玩意儿就突然变成一个人的，这不能逆推。所以你们今天情况就是，你们把各个字词的片段全部组在一起，都是属于原本的东西。就像是瞎子摸象，我摸到像柱子，摸到像墙，摸到像水管，跟墙壁水管加起来就会组起来大象，得到了。那德性论，你们说这个叫做动机论，不好意思，德性论跟动机论比较重要。Virtue Ethics， 它讲的是什么？亚里士多德的标准的确很容易模糊，可是那个原因是因为他认为要怎么做才对，叫做 prudence， 明智，什么意思？其实有点像是各种情况有不同判断。恰恰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造成他的伦理学上面。到底要怎么操作呢？会有麻烦，因为它不像是效率论或义务论，它的标准都非常直接明白，你套用很容易。那亚里士多德恰恰是因为他套用很容易，所以这个动机有什么？如果你真的要扯动机，这个跟康德比较有关系，因为康德他要求一个人要是道德的话，一个道德法则他必须普遍适用，而且无条件。Categorical imperative， 它真正的翻译叫做定言令式。那它的对照，什么叫令式？就是一句训斥而已，这样理解。那它对照叫做假言令式。假言就是指真假的假。你要把它理解成假什么假？什么叫做假言令式？是指有条件的，就如果怎样怎样，我们就怎样怎样，这叫做假言令式。那定言令式就是无条件。可正是因为它要求无条件的适用，所以它会探讨动机的问题，就是你到底是不是道德的呢？除了看你如果奉行道德法则之外，还要看你是怎么奉行道德法则。就像是我扶老太过马路，就是代表我道德规定，因为我可能不知道为什么老太太开红灯，就扶她过马路。对不？你不要觉得不可能，像马三就是吧，今年68岁，看起来像40几岁一样，会告一声。情况也是有可能发生的。那这个不是道德，你只是贪图。跟他温存的时刻，大家审美观就不要这样子啊。那什么样才是真正道德呢？怎么样完成无条件？就是
你服从命令本身就是因为命令本身，这就是无条件，纯粹出自于对法则的敬而服从法则，这就是无条件，所以他一定会牵扯到动机的问题。如果真的要扯到动机的话，这跟康德有关，因为跟亚里士多德没有关系。如果你去看尼格马可的医学的话，你会觉得他根本在弄你的事情，就变成那我到底应该怎么判这场比赛？一般而言，判比赛的方式是看双方的论证时间比较不到位。但是我判比赛的方式，由于场状况，我只能看双方秀下限，谁秀比较少，就只是这样。那我最后的判断就是，在这个标准不清的状况，其实对正方本身来说，请你们一开始就跟我讲标准，然后你们就打到我的脸，然后到后来曾经有一度似乎感觉是一个好像也就是没有标准的情况。那反方刚好没什么特别触碰这个问题，然后虽然我觉得你们其实也蛮奇怪，就到最后你们到底想讲什么情况？就是如果每个人都认识自己不正道，因为实际也不会是。那如果每个人认识自己不正义的时候是记忆好的，这个完全不懂。这个如果没记错，从高领中应该是有一个基督教还天主教背景。那我敢问，在这个宗教，不论是基督教、天主教，他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那你要干嘛？记起头了吗？要忏悔啊，对不对？你要跟神父说我有罪，然后最后 你告解完，神父会说我会赦免你，对不对？那如果人没人认知自己不正道，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记忆逃了？我也懂哎。哎，其实这个也是很有趣的事情。如果我认知自己不正义而不出来讨论，其实恰恰代表我是一个有正义感的，很神秘，难解。但这个。感觉起来在整场比赛关系好像小一点点，最重要的关键还是，那到底我们对于正义有没有一些可供对话的标准？而其实反方是占了一个便宜，就是题目讲的不是正义，可是其实场上常常的情况，或者说所有的情况，你们讲的其实是不一定是正义。而不是不是正，这是有差，这是有差。如果不是正，他可能指的就是他就是故意。因为如果题目改写的方式是相对正义是正义还是是故意，这个就更明显，这就更明显。因为那个你就要直接评价为恶。但是这个写法似乎出现一种模糊空间，就是他好像不一定对。那跟你们说的。不一定对，但是也不一定是错的。我就在不一定这样子，对吧？薛定谔的猫，那猫是死还活的，它都是叫不死存在场的体啊，就不一定靠，这也是机遇问题。所以最后我是非常不情愿判你零分，零分给了反方。那对于这场比赛打不打，我不知道。以上是我的评判，谢谢。标准，但你们却没有提供给我说乡民的正义，就是乡民到底是怎么判断。
好，所以一旦没有提供标准给我的话，那相对而言在场上攻防一线一旦陷入混乱的时候，对我来说正方就会陷入不利的状态，因为我就会觉得我没有办法找到一个相平正义的标准。那再来往下跟他们，是你们前半提完就是很多正义的观点，最后却没有帮你们自己的标准正义的标准下结论的这个部分，前面是这样。那再来你们提到说你们认为什么样相应可以带来就是对于一些公正利益的促进，然后讯息的就是肉松或是爆料什么的。那这里我一度有想说，还是说你们今天的判决下来说相应是听听公正利益叫做正义嘛？就是对，所以就是我意思说，这个叫做正方一开始没有提供给我，你们要怎么判断这件事情，以至于就是让我不知道我到底要怎么去整理，帮你们整理。尤其是我觉得在家的听你都没有什么，就是我觉得很多比较常识或很多归纳方都可以的，只是重点是你要让我有一个帮，就是归纳跟整理的方式，否则我就会觉得很多东西对我来说我不知道该把它怎么样。对，就是我认为，就我一开始听完正义的声论的时候，我想到就是说，我隐约感受到说，好，是不是你们觉得？促进公众利益叫做我想叫做乡民的正义，那或者是你们今天在一辩答辩的时候说，你们觉得所谓乡民的正义叫做一种发掘真相的精神，那只是这个时候我就会觉得说，那发掘真相的精神跟你们一开始所说的所谓的正义观叫做判断是非的标准这两个东西不是有点不太相同吗？就是如果今天只是单纯去对于真相的发掘跟挖掘的话，那为什么它可以被称之为是一种正义观？我觉得好像从小跟你们自己的论述是有互相矛盾的地方。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认为就是相对来说，我觉得正方在说服我上就是给我一些比较大的疑惑，这样就是前提嘛。好，那再来看看反方说什么。反方说，你们认为所谓的正义就是要给出一个公允的评价。那你们这里提出，但好了，一样，就是我觉得双方话都有点脱离，没开始讲。那个等一下公房会，就在公房部分，以后结论会交代。一开始的时候，反方是说，你们认为正义要给公允的评价。那你们觉得乡民给不出公允的评价，理由有三个，一个叫做乡民。专业就是会因为不专业，所以就是自以为专业，发现一些问题，这样，然后就举了强制性交的例子，然后再来就是举片面资讯的例子。然后其实说实话，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强制性交跟趁机性交，因为你们讲乡民不专业，然后举出强制性交跟趁机性交的时候，我就想说，那会不会只是因为乡民不知道原来可以用就是这个趁机性交起诉，然后接着你们又讲了片面资讯，我想说，好吧，这个好像差别就是我好像没有感受到强烈的差别哈。在你们又收到什么只看想看的资讯，然后就提了国外这个例子，然后就说一个男生他不舒服做拐子，跟乡民不知道就把他骂翻。我就想说，这个到底就是乡民只看他想看的，还是因为他得到的资讯是很片面，因为他不知道原来那个男生不舒服。若其乡民知道那个男生不舒服，他们也不会骂他。好，可是因为我觉得好像这些，就我一直说你们在论证乡民特性上跟你们举例上，我觉得相对来说是没有一些其他我听到反方来的扎实。虽然就是我一直说在这个部分上，正方完全就没有跟你们讨论，你们自己后来完全没有非常认，你们后来也没有就是认真的要把上面的特性就是打的，就是很清楚在中断上，所以就很好。那再来就会再接着往下看你们自己对于正义的定义跟标准，就是呢，你们认为所谓的定义是全人类福祉的最大化，然后就接着接罗斯的无私。对，那一样就是我觉得就是当然可能也许对于高中生来说，你们比较没有接触到这种哲学性的理论或什么的，只是说我觉得当你们今天要引用哲学理论，假设你们下定决心要拿这些哲学理论为你们背书的时候，或是你觉得这样论证比较效果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你们应该要做一些功课，至少把它弄懂，或是把最基本的东西了解清楚。我觉得如果没有办法做到，或是对你们来讲觉得太难，或是想要讲你听不懂的时候，我觉得你还不如不要用这些东西帮你论证，因为我觉得用这些东西帮你论证不会有加分效果。就我意思是说，你还不如选择一个高中比较直观的方式，叫做那今天到底正义是一个可以容许大家有不同判断的东西，还是正义是一个应该要比较主观的东西呢之类的？我觉得这样都比较客观的东西，然后找那个比较客观的标准的之类的，都还平衡在那边，就是讲一些我觉得很抽象，但我不知道，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有点像说介绍理论，然后可是最后那个理论你也没办法把它拿来用，没办法把它拿来讨论，那就是浪费你在这个搞，就是浪费你在申论的时候的篇幅跟时间而已。对，那你就说到罗斯的无知之幕，然后你就说了有一些关于无知之幕的论述。那其实我觉得一样，就是前一个学长好像有提到，就是全人类福祉的最大化到底是不是罗斯？就是无知之幕，就是不是啊？因为无知之幕它只是要确保每一个人他都可以有最基本的，就是在立基点上不会因为你先天不可改变的条件而有所不足。比如说我先天可能是个，就是好，其实你们的说实话，你们的稿是有写出来的，可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自己都说
没有办法，乡民没办法做到这个，没有办法做到不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一件事情，我是觉得其实有点诡异这样。那可是接下来你又提出了另一个，我觉得好像也可以当做标准的东西，叫做你们认为乡民的正义经常是标准不一的。那我会觉得说这个地方，我会觉得相对来说是一个我比较期待发展，而且我觉得相对来说跟正方一开始提的就是多元，因为多元其实是一个正面的评价，有很多种。那其实多元很多种的时候，反过来用反方的话诠释，就叫做标准不一呢？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认为这两个判决其实是可以去进行冲突的。那我那时候听到反方这样讲的时候，我就有点期待，因为就是说乡民的正义呢，就标准不一。比如说夜店检尸，比如说前面大家讨厌法官轻判性交这件，轻判这个强制性交这件事情，好像有觉得，然后再来，可是却对于夜店检尸的女生又觉得你不该讲。那我就觉得说，这边我会觉得说好，我就期待后面的交锋。只是说，怪的地方是在于，就我觉得后来这边的中间的攻防就好陷入了一些，我觉得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状态。那基本上你们的讨论就分成几个部分，就是呢，双方在讨论价值的确立上，就是好，反正就是。我想就是双方先上来针对这个正义的什么理论，再做一些确认。但是你在理论的确认当中好像也没有什么结果。那反正正方的意思就是要去告诉大家说，要听别人的意见，就是要不同的声音，就是要共识，就是要独立。对。那只是我觉得一样，就是正方到这里还是没有去提供一个自己判断的标准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反过来就是这里反方就有去问到，我觉得一个比较攸关正方，因为没有提供判准上的问题，就是说，哦，那你今天是不是觉得只要是任何人的价值观判断都是正义这样子？然后呢，接着就问了一个问题，就说好，那在正方的情况下，什么才叫做正义？那这里好像当时就没有再更深入的讨论，但是我觉得这个地方，对，的确，我觉得反方所抓到了一点点正方的问题，因为的确，如果什么东西都可以是正义的话，那反过来就是什么，这个世界就跟正义没有两样，这跟不就什么都不正义就没有两样，就如果什么东西都可以是对的，那你就等于没有标准。因为如果什么东西都可以是对的，那一定有人觉得它对，一定有人觉得它错。那同时就又会是对的，又会是错的，那它到底是对还是错呢？就没有人会知道，就会陷。那其实说实话，这个如果是在哲学上，就陷入道德，或者是社会史上，就陷入一个道德相对主义的困境。就如果你要承认每一种道德价值观都是一种道德价值观的话，那到时候就没有任何人可以去指责对方道德观的不同，因为你都必须要承认对方的道德观也是一种道德观。好，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正方好像有点这里的回应，我觉得我不太知道你们是不知道反方的意思真正是这个还是怎么样。你们的回应有点像是说，可是有很多种正义观啊，所以我不太确定你们的很有，所以有很多种正义观是怎么样。反方不就是告诉你说，很多种正义观的情况底下，那你没有办法去评价哪一种正义观才是正义的时候，不就等于就是什么正义观都没有是一样的？你懂我意思吗？是这样可以理解，就是这边吗？就很像是说，如果今天你觉得。举个比较生活化的例子的话，就很像是说，好，可能也没有到很生活化，就是很多人会说自由这个东西一体两面的。你觉得你很自由，什么可能性或者什么东西都拥有的时候，其实你也并没有真正去拥有任何一个东西。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吗？就等于某种程度上是说，你必然要放弃一部分的自由，然后去承担一部分的责任，这个时候你才开始拥有。简单就是像，如果你不做任何选择，你站在那个零的基础点上的话，你会觉得每一条路都是我可以走的。但严格来说，其实你就没有说任何一条路。就是如果你想要保有权利可能性，你就不可能真的实际去落实其中任何一个可能性。就像你说的一样，你觉得所有的正义的观念都是一种正义观念，那当彼此互相冲突的时候，你们要怎么办？你们要去做什么样子的选择？这样，所以我觉得这里这反方真的想问的是这个。好，但你们好像这里说的是说，正义观跟正义观之间会互相这个制衡啊，然后或是什么，如果这个正义观有问题的话，什么我们就参考另一种正义观。我觉得这里的回应都会相对来说比较奇怪，或者是你们会讲说什么公共政策底下我们就应该要用效益论的正义观啊，但如果是什么人的行为的话，就要用道德的正义观啊。那我觉得一样是说，那为什么我们会在不同的情境下认为可以有对不同正义观的使用？如果正方可以解释清楚这件事情的话，好像某种程度上我也可以接受说，好，对，虽然正义观很多种，但是大家好像会公认，就是会有一些共识，说在什么时间应该要使用什么正义观。就简单来说，我觉得正方必须要去处理关于这个什么正义观都是正义观的问题。而且接下来反方在就是跟辩论上来上面就说，如果什么正义都是正义的话，那不就是有标准不一的问题吗？然后接着就讲说，那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正义的时候，不就会都去指责别人啊，然后等等之类的，就是举出这个。可是再来呢，反方自己也陷入了一个我觉得有点怪的东西，就是说你们先说什么正义都是正义的话，就会有标准。
们达不成正义，所以是没有标准可循的，这个是两回事的。因为如果真的完全没有正义的话，那你又怎么？如果完全没有正义这个东西存在的话，那请问一下，你的世界底下又什么东西才叫做可以达成正义的？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我的反方也有这个问题，那只是说相对之下，我觉得正方今天没有去抓反方，我觉得到最后有一点这样的问题。好，那再来就是反方，接下来就来讨论说双方到底谁才会无限上纲的问题。那这边好像一度是正方觉得反方会无限上纲，对，但是这里反方有丢回正方说，其实是正方才会陷入一个无限上纲的状态，因为如果在正方的世界底下，每个人都坚持自己的正义才是正义的话，那每个人都，那别人都没有理由跟没有办法去阻止他，或者是去说他的正义方是错的情况下，那不就每个人都无限上纲到一个就是很可怕的地步了吗？好，那这个时候好像正方就换了一个说法，就是说，可是就是至少每个人的正义方不同的时候，大家就可以交流啊，就可以讨论啊，这不就达成了一种正义方的多元性吗？好，那我觉得是，那到底正义观的多元性跟就是乡民的正义是或不是正义有什么关系？那我猜你们的论证方式，其实你们想要用的逻辑非常简单，你们想要用的逻辑就只是说，如果今天大家可以承认说正义是一种多元的东西的话，那乡民的正义只要达成了多元正义中的某一种正义，那它就是正义啦。可是我觉得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不能够这样子反推回去，就是今天就算正义观有很多种。有很多元的正义观，你还是仍然要告诉我说，为什么今天乡民的正义观符合众多正义观的一种吗？因为就是有点像是说，我觉得这也是，对，这也是前一位才有类似这样的概念，就是今天多元真的等于什么都可以吗？比如说今天多元可能是代表正义的观点不止一种，它可能有五种，可是这不代表，可是有五种的情况下，不等于每一个人的价值判断都可以成为正义观，这是两回事，就是多元不等于没有极限的，就是。扩展出去，我觉得就跟反方的问题是有点像，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你提到了你们觉得正义的多元性是很重要的。好，那可是再来就我觉得这个地方其实没有再多加论述，然后再来往下你就提到说乡民的特性就是他们喜欢分享跟发掘真相，然后呢透过发掘真相的过程，然后讨论就会达到正义，然后你们这时候好像觉得正义是一种事实真相，然后叫做真理。对，那我就会觉得说，那这里到底对你们来说是觉得讨论道德判断的标准重要呢，还是你们觉得是挖掘事情的过程中是一种正义？但我觉得挖掘事情的过程到底是不是一种正义，其实好了，在场上今天这个讨论相对来说比较少。可是我自己会觉得说，单纯的对于事实的真相的挖掘，到底是一种正义观？坦白讲，我觉得就你们自己讨论方式，我也会觉得是难以接受，懂我意思吗？因为你一开始都说正义观是牵涉判断是非的，那为什么今天他只不过是？挖掘真相，却未符合判断是非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正方好像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好，所以最后你们收在好像是说，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的情况下，好像大家就可以讨论。然后呢，如果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正义的话，还会因为有一个更加勇于发言跟别人讨论的效果。那这种事情是为什么？其实我不知道。那再来就是反方上来就是质疑说，不对啊，可是你今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正义观，不等于大家都会讨论啊？就跟今天两个版 PPT 上两个版是不。或是你一过去就会被炮轰，然后或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正义的情况下，根本是完全听不进别人的话。好，那这里我觉得有种，这里我对于正方最后所说那个讨论这件事情，就会内心存了有点疑惑，就是讨论达到正义这件事情，然后更何况就我觉得跟正方前面落差也很远。但是我觉得后来反方自己的这个说法有点诡异，就是你们就说没有人的正义是正义，对，你们收的点的方式不是去收标准。带来混乱这件事情，你们确实直接就说没有人的正义是一种正义。那如果没有人的正义是一种正义的话，那正义到底是什么？那什么才是正义？就是我觉得好像你们就陷入了一种，要么就是全部都是正义，然后要么就是全部都不是正义。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一体两面吧。只要当你全部都是跟全部都不是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去做出什么东西才是的一个比较，或是对我觉得。会是这个样子。好，而且重点是反方自己最后也蛮怪的，就是因为你们其实一开始的正义叫做给出一个公允的评价，那我不懂为什么到最后你也会跳下去讲说，因为没有人的正义是正义，但是大家会积极讨论，然后更能够达到正义。我觉得这个也很远离一开始你们所说的所谓的正义是要可以给出每一件事情公允的评价的，这不是很怪吗？而且我觉得反方这个更奇怪的是，你们中间还完全没有任何的推论，你真的就只是说完说好，没有人的正义是正义啊，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就会想要更积极的讨论去达到正义。可是
是如果没有人的正义是正义，那我们怎么有办法透过积极的讨论去达到正义的？因为最后得到的结论不是还是人所得出来的正义，那不是你所说的没有人的正义是正义，这个东西真的非常的吊诡跟奇怪。好，然后所以在最后这个情况底下呢，到结辩的时候呢，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方就开始提了一个因材施教的例子。那我觉得因材施教会让我觉得蛮怪的，就是说因材施教不就是重点在强调说，因为子路的个性是很冲动的，所以当子路去问孔子他该怎么做的时候，孔子就说你先问哥哥，或者先问家人，先去想想其他的事情，再决定要不要做。然后问子贡问他，因为子贡是比较容易犹豫不决，然后没有办法果断决定的人，所以孔子就会跟他讲说，你想到什么就立刻去做。那这是因为两个人的个性不同。好，今天就是我关于干嘛决定要这样才施教，我不知道这个跟正义有什么关，正义有什么关联性这样子。就是我觉得不太理解，而且就是我这也比较期待。好，那想听你说。我觉得香槟，香槟就是冲动的那一边，他开始都香槟是自动，所以香槟。哦，好吧，哦，那我大概懂你的意思，可能因为我觉得坚持子路并不是一个，就是可能哦，因为我会觉得说，就是就我的理解，我子路是香槟，好，原来你的是子路是香槟，好吧，那可能因为我觉得子路不是香槟，所以。好，那就算子路是乡民，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因为乡民跟子路一样很冲动，所以孔子就有必要跟他说，就是好吧？我觉得这个地方，我觉得我真的也不是很了解。那如果你们想要拿着子路来类比乡民的话，我觉得可能落差也是有点远，因为这个例子，因为这个例子是在讨论德性这件孔子的教育观。那孔子的教育观为什么会牵扯到乡民的正义？好吧，我就是有点不是很懂你们用这个例子的这个的原因跟理由啊，所以。好，但是我的意思，我大概可以接受说，反方你们到这个立场就是说，这个没有人的正义是正义这件事情，然后大正义的标准达不成，然后有回过头来就说一些就是网络的问题这样子，然后再来的话，我觉得正方的正义，正方到最后的结论是说，你们觉得正义就是要觉得敢说，然后才会让，就是应该说要首先你觉得自己是正义的，你才会敢说，然后要不然你就会不敢说出来，那不敢说出来不就不能讨论吗？对，那其实我觉得自己的问题就是也是蛮有趣的，就是。如果当大家都觉得自己是不正义的情况下，就大家就会很谦卑，觉得说，哦，虽然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可是我的好像也不一定是对的吧？那这样好像大家就不知道到底敢不敢讨论。那正方的情况下是，的确，我觉得正义敢说，我觉得大声的说出来没错。可是我敢大声的说出来，跟就是我会有办法去讨论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一样需要做论证的。但是这也好怪，正方在结辩的时候营造出一种感觉，好像是说，就是你们觉得，如果就是大家越敢说的话，至少你会有机会。交流这样子的感觉，对，那这是我最后对于正方的结辩上的理解。好，那我会觉得说，没有啊，就单纯就结辩上，你觉得，或者是就讨论这件事情上而言，我会觉得说，好像当你觉得每个人都是正义的时候，的确会稍微比较敢发声。但是，是我的意思是什么？我就结辩这件事情上，我给了正方比较高一点点的分数。可是我觉得，就整个论点架构上而言，就是如同我前面所说一样，我觉得。正好双方都比自己一开始所说的就是蛮遥远的，而且我觉得到最后你们所说的那两件事情，就是这关于就是正义跟讨论之间的关联，就是我觉得也没有去做出一个清楚的整理跟比较。那坦白讲，就是像我就是所理解到那样，就是正方不好，我可以理解你们的逻辑到最后变成了这个样子，对。但是其实因为反方也不是在就是默词的时候没有质疑嘛，就说那关于不能讨论这件事情，那你有没有办法举出一个例子说每个人都坚持捍卫自己正义的时候，正义可以被交流吗？那你们其实没有往下再进一步去推论说，就是那真的可以使让正义观有一些交流，然后达到什么样子的效果？虽然这个东西离你们很远，好，但是我的意思说好，也许就是战场到了之后，大家都会有一些改变什么的，那前面就当成大家忘记了什么？那我觉得反方话就是不是一样？是我觉得你们在中间的攻防上，我觉得抓到一些，我觉得好像让我觉得还不错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好像最后你们在收束论点上，就是也是让我觉得有一点不是很理解，说为什么最后你们的收整理是到一个地方去，而且到那个地方去，我觉得也一样是会让我觉得说，那这样的话你们也没有办法去判断说上面的正义到底不是正义，因为如果按照你们所说的那样子，就是每个人都。好，那上面的。
好，这在最后的结果上，我是因为觉得就场上的混乱以及就是攻防的过程，那结果最后我觉得是没有得到一个清楚完整的交代，然后内心真的是充满了还是蛮多疑惑的情况底下，我并没有就是给双方论点分，所以我觉得双方好像都没有办法在单就是双方都没有办法在各自的命题成立上有更多说服，也就是双方不但没有针对自己跟对方进行出比较之外，我觉得你们就各自单边的成立上也都没有。有稍微让我就有身份顺便的地方，所以我的那样来就是会交由你们阶段性的攻防来决定比赛的结果。好，谢谢我的讲义，谢谢大家。所以今天正方没有跟他们，就是我是没有给正方没有分数，那回头看看。
方你们想讲的事情提出了两个标准，第一个标准是要有正确的事实，第二个要有公允的评价。其实反正简单讲，你们中间提出比如说非专业啊，这个资料没有全貌，没有原理等等，反正综合者的意思就是它是一个非常高的标准，要达到这个标准很难。那我觉得以这个论证模型而言，虽然有被你直觉的感受，可是在辩论比赛当中是可以被接受的。可是被接受之后，提出了这样的判决之后，我很期待你讲这件事情。那为什么是用这个判决来判断这场比赛？可是这件事情到非常后面才出来。我记得那三辩学妹，你上来的时候讲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们不评价任何人是正义的时候，每个人才会有谦卑的结果。而因为不会自居正义，有每个人有谦卑的心态，我才够倾听别人的想法，或者是才能跟别人有跟别人讨论。而这时候，这个好像是这个二辩学妹，你上来反应快，你做两个拆解。第一个事情是，这个就算我抱持的正义的心态，能不能也达到积极讨论的结果？或者是反过来，会不会因为你没有抱持的正义的心态，反而你对于自己没有自信，而达不到想要积极讨论的结果？是他对于第一层的攻防。第二层攻防，他说，其实同样就是他们说，就如果以他们的标准，这种事情都是正义的话，那其实也可以达到你们想达到的效果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地方用这个理由来说明要用这么高的标准来评价正义，好像就没有那么的可以接受。所以这时候比赛到最后一个部分，这时候这个结辩，你先结的时候上来讲一件事情，就是大概一个词如果我听懂，你的意思就是，因为这个如果乡民都是很冲动的时候，应该让他不冲动一点，所以应该不评价他是正义。而如果乡民真的这么没自信的话，那就应该让他有自信一点，所以就评价他正义。所以要不要评价他正义？他是正义呢？要是实际乡民的情况是什么？然后所以因为你觉得乡民都是冲动，所以判断他是这个不应该给他贴上正义的标签，不然会太冲动或有误解。我觉得可以接受，我最后是因为这个点，所以判了一分的不给分给反方。可是就这个点而言，如果你们论想要打这件事情，感觉跟你们前段论点无关，因为如果你的判断标准是事实上是怎么样，我这个你要是太过的话，就拉回来一点；太极端的话，就拉回来一点。那这种论点的话，那其实没有必要讲这个标准很高，因为万一相比是一个很没自信的人，给他这么高标准完全没有用。所以如果你们想要打这个论点，其实那应该是你要论证上面有多冲动才对，而不是论证这个正义标准很高这两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最后硬做这个随意题，虽然在没有任何随意题的情况下，勉强可以接受这个随意题，但是分数不会太高，懂我意思吗？那这个时候，我觉得你后节上来好像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你还是在讲前面那个，就是要给他自信，能够讨论，然后你有这意外，还是能够讨论结果，或者是你比他不正义，他就不敢出来讨论的时候，我觉得还是留在上一层。所以其实，我觉得在听完他解辩之后，其实我在台下想的是，如果因为我觉得他这个解辩其实有点牵强，所以如果其实如果能够针对他解辩这个观点做稍微的反驳，那其实我到最后判断结果会是，那反方没有做这个评分的情况下，我反很爽。那因为基于最后这个点，我判了一点点，有点分数点差，可是我觉得这个一分都没有，其实是我觉得不会影响到比赛结果，还是场上这个个人阶段的主题判断这个比赛胜负。那今天到我没有算，所以等下来听主席公布比赛结果，给他做一下，谢谢。